1954美好的一天呢，杨三狗，三狗蛋，你转过来，转过来给大大们，给大姨们看看，我的小宝贝呀！每天起来先给他收拾一遍，我们还没收拾呢，他娘先去把地卫生打扫打扫。我那个什么，厨房炖着牛肉，一会儿又能吃饭了，三哥，嘿嘿。昨天跟他妈去办他妈那个新身份证，我天哪，折腾了四个小时，啥也没办成，这老爸的办事太磨叽。我这次来，三狗他妈变化太大了，收拾家，打扫卫生。给三狗洗衣服，给我也洗，这家伙忙前忙后呀，这才是正常的生活呀，爹爹们，哎呀，感慨万千呐！10块钱一斤的牛肋排，爹爹们，来吧！基本上好了啊，再顶上这个肉啊，顶上肉也不少啊，头上大肉，对吧 ？Very OK， 吃饱。还是在家做饭省啊！我跟你讲，我整这个西红柿炖的这个叫啥？叫小牛排 ，very yummy 啊！又踹一下，咋的？咋的？你不信呢？他精神头不是很多，让杨三狗折腾的，这整宿睡不着啊，整宿的，就是陪着杨三狗靠呀，这边吐崽子，你咋困的？那个咖拉菲那身你去补一下。啊，吃完饭让他去补一下。卡拉吧，来吧，卡吗 ？Big boss, lady first。哎，这soup very OK, soup。你踹一下这个soup，踹一下。踹个。Very hot. No, little, it's OK. 踹了又踹一个。哎。看看怎么样？可以啊。Today is a big yummy. Yes, yes. Today is a big yummy. 翻译过来就是今天做的大的好吃。你有日本血统吗 ？Good. 是吧？你看啊，就我做这小摊儿，他不论是外国人还是外国猫，他都想吃。Very yummy. 我这儿守着我那个警察，不是还在这儿吗？从我一来巴基斯坦，就有警察在这儿守着，天天来，给他弄一碗去，让他咔了咔了，看看怎么样。这个大爷人不错，挺好呀。这个警察大爷天天在这儿守着我，这家伙。外边太夜了，把你大爷就是让进来吃吧，然后。那个枪不离身了，这家伙就这么怼着自个儿胸口，你看这你放边儿什么呀？这家伙，哎呀，这警察大爷在外边吃，我看他可能我坐那儿他不好意思吃，所以我就进来了。杨三狗他妈补觉去了，我走着杨三狗吧，三狗子，哎，他妈妈去办那个。新的身份证了，不是要把身份证写上我的名吗？昨天晚上去弄没弄好，今天去重新盖个章。现在就是不能带他去，带着他去在里边吃好好，跟杀猪似的。哎呦我的妈！昨天晚上在那里边你没看见，所以今天我在家陪杨三狗他妈去办证那个地方，也不知道得多长时间。三狗子，杨三狗。这三狗子他妈下午去又重新弄那个身份证，回来就发烧了，啥也不想吃。我说给你弄个菠菜鸡蛋汤吧，他说行，愿意吃这个，将就吧啊，挺好的。咔嚓，这个 OK 吗？杨三狗也能吃吗？这个鸡蛋，吃点吧。